门，相当我们的肚子要用力的话呢，我们的肉就会压到这个胃，将从胃的东西，由这个吃饱就要去举重的话，就会从胃里面排出来。我们都会建议，如果你吃饱就要不要去做剧烈的运动，尤其是拿举重的东西。因为这一题太明显，我以为是陷阱题。对，不要想太多。下一个，接下来 ，OK， 胃不好的人吃粥，真的还是假的？向左侧就真的完蛋了，向左可以放假的。